十大神级改编神曲第四首。老子天不怕地不怕，就怕挨婆娘骂。他一发脾气，我就不敢说话。工资全部要交给他，下班准时回家。日复一日的在压迫中挣扎。讲大道理的人是他，无理取闹的人也还是他，在家邋遢的是他，出门光鲜亮丽的还是他。放假同事们都出去潇洒，我却在家里面抱着拖把，还要忍受朋友们对我各种笑话。